丁德仁站姐爆出丁德仁私生活混乱，不仅背着粉丝恋爱还出轨，最关键的是还多次 diss 同事，称王一博跳舞很烂，把节目组耍了，自己肯定比王一博跳得好，再有一次机会我能干死他，以及嘴黄明昊、黄新纯、李全哲。让站姐替他解决爆料源头后，丁德仁没有给粉丝交代，还闹自杀威胁站姐。站姐为丁德仁购买奢侈品超过60万元，购买单曲超过20万，短短4年为他花了300多万元。